的日子，外面有太阳，好开心哦！超开心的，希望可以维持到下午。没错，今天就是要拍我的联名鞋，终于大家期盼已久的联名鞋，对，联名鞋终于要开拍了。因为肺炎的关系，所以那个工厂那边都有很大的 delay， 恢复正常，我们终于可以开拍了。希望可以准时开卖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正在梳化完，我们要上阳明山哦，很痛，宝贝，帮我抓红了。嗯，妆发完成，准备出发。然后呢，现在在车上吃早餐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早餐。What's this?培根蛋，这是什么？南瓜泥之类的吧，我也看不懂。健康。然后再配一杯新鲜的梅果香牛奶昔。啊，绕山路好痛苦哦。我们现在已经抵达阳明山的公路了，然后看一下他们在准备。我们这次有准备那个一台可爱的小货车，看得到吗？这次特别。租了那台红色的复古的小车，但是它是不能开的，它只能做展示用。那它怎么上来的呢？它是用吊车吊上来的，所以它等一下要用吊车吊去另外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今天会跑两三个点吧，它吊车吊到另外的地方，它不能开，它是老爷车。要快个七十。我们来第一趟。我是连身的丹宁裤，然后配上这次的新的旅游，就是这一双可爱的厚底的休闲鞋，这双很好穿。好，这台老爷车听说很脆弱。对啊，我很想坐在上面，但是不能坐，因为它会猫掉。第二套就是设定比较浪漫的洋装，有车子回来，好，洋装配上另外一双联名鞋，这个凉鞋，粗跟的凉鞋，好。对，这套是浪漫，好美哦，可以配那个花，哎，感觉花布来一点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，这可以吧？可以靠吧？我一直很怕把这台车买回去。我们没有车库可以停。Shooting star, I'm without a safety net. Give me a ride. I'm going far beyond where the sun set.热，我觉得就是晒黑，而且会晒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，蕾丝的。Yes. 好，欢迎摄影师。它是折叠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这样，外表是带一点点荧光感的一个镜子。现在我们第二套已经拍完穿搭，然后再拍空景。拍空景呢，就是要让
我一些素材可以放在平台那个美那个 IGSFB 上跟大家说，哎，那个有新企划咯，这样子。这台车实在太可爱了。然后我们拍完这一套，我们还要换个景点，我们要去下一个景点，但是也在阳明山附近。出发去下一个景点，然后看我们的红色小车车上涂吊车，可爱的小车车，等会见。第三套穆勒鞋的黑色的款，配上我的西装哦。然后呢，搭配比较帅气的西装外套跟宽裤。然后我们在阳明山另外一个，穿着阳明山美国度假区拍摄。现在我们在换发型，然后我们在路边换发型，看我们的凳子。我们坐在路边有点困难，但是外景就是这样，非常夏天的洋装搭配裤子，然后要配我的另外一个颜色的穆勒鞋。怎样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我要戴帽子，所以要把那个马尾给拆掉了。哦，我今天戴我的联名的新颜色。我现在脚上穿的这一双呢，是大家询问度太远了，询问度最高的白色的穆勒鞋，这双好穿到个极点，而且超好搭。如果你穿这种有微微拖地的牛仔裤，若隐若现的感觉也非常好。然后我搭配的是今天的 full look 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碎花的可爱的蓬袖上衣。我应该没念过。收藏的一款包包，又有 Mickey Mouse。这次总共出了几款啊？这次总共出了三款，然后有平底的，有休闲的，有跟的，就是三个愿望一次满足给大家，全部都有。那你这次最喜欢，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款？这一款是我几乎天天穿的，因为它就是非常方便，然后很舒服，就是一个很轻松很随性的一个拖鞋。几套我已经开始混乱，反正就是第四套。第四吗？是吗？第一套不重要。这一套呢是跟鞋的凉鞋的另外一色丹宁色。这个颜色当初也是很多人问我，就是夏天就是必备一个丹宁色的鞋子，然后呢就是配上很简单的黑色的洋装。那怎么办？我已经脑袋开始混了，不知道讲什么。你中暑了吗？反正对它就是很漂亮。然后呢这次的这边我是做扣子的设计，所以直接扣上去就可以，而且钩子有时候也不好勾。对，如果是钩子型的话又怕它掉。学生开车很猛哎。然后这边就是也可以调整宽度，如果你是脚板比较宽的人，这边可以再调松，如果跟我一样脚背比较没有肉的人，可以再把它调紧这样子。车要走了，对，车要走了，红色的车，这台车是我指定的，我就是指定用它。OK， 贝贝，舍不得它，带回家，对，带回家。大致这边还有蛮多的隔层，这边还可以再挂在，如果你有婴儿车的，如果是妈妈的，你们婴儿车可以挂在两边，是不是非常贴心？不愧是有婴儿的妈妈，不愧是有婴儿的妈妈。现在
倒数了，倒数了，我们呢换了另外一套，这一套是很素的，你要放到哪里去？过来，就是比较素面的连身，就是一整套的。然后呢，搭配的是焦糖奶茶色的凉鞋，是胡言乱语。我在开始胡言乱语，你累了。总之呢，这个就是大地色系的穿搭。检查照片中，对，现在在检查照片。我照片就是想要呈现一种就是很生活的感觉，所以呢，就是大家近期也都就是到了春天、夏天的时候，大家就开始野餐，所以呢，就搭一个野餐的景，然后搭配我的联名鞋跟我的联名包包。我的联名包包超适合带去野餐的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它防泼水。我的包包嘞，包包不在我身边，包包先去野餐了，我人还没到。是它防泼水，所以呢。而且隔层很多，对，隔层很多，你可以携带很多给洗，很带很多有的没有的去野餐，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旅行旅游的一个包包。包包来了，咻！应该那个 I need a vacation 那一款，很 picky 耶。那一款就是我上面有还不同的标语，就是 Fashion is my DNA。对，妈妈们感觉可以来这一款。因为近期疫情关系，大家不能出国，我觉得标语太适合现在了。是，不过也可以来个国内旅游。对，国内旅游，台湾也是很多地方的。就是这个标语 ，That's very needed。就是大家是不是很需要？你看阳光洒下来， yes, 我的包包都没有。太是时候了，是会下雨的哦。太阳出来了，多开心啊！太阳神，老天也是眷顾我的。现在是2:40，各位辛苦了，大家都因为我没有吃午餐，因为我，然后呢，但我们就是很轻松，很简单，就是买了摩斯汉堡。那你吃什么？健康达人。我吃藜麦的口味。对，反正就是大家就是趁有空档的时候就吃东西，有时候外景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今天总共有多少人出来？我们今天总共19个，18啦，18哦，超多人。因为有影音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编，然后还有美编们，然后造型、美妆，还有助理们、企划们，反正很多，就是总共19个人，所以大家就是轮流找空档吃饭，大家都辛苦。我们在旁边的草地搭了一个那个野餐的景儿。来，给。现在是下午3点钟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在吃中国啦，吃中餐，因就是趁那个换造型的时候边吃中餐。那么我的最爱，藜麦烧肉珍珠堡。现在呢，最后一个造型，我们已经尾声了，终于，我觉得拍摄还蛮顺利的。然后我们要绑包头，耶、yeah.。耶、yeah. ，就喜欢你绑包头。对，他说他喜欢我绑包头，大家都喜欢我绑包头，很年轻，看起来很减龄。真的，这个腿是生完的妇女吗？生完的妇女，不是很好听，生完的妇女。他说，超瘦，这样子讲对吗？生完的妇女，超瘦的。我现在呢的穿搭是比较夏天的穿法，就是碎花的短裙，然后搭配平口的上衣，提花上衣，然后呢配的是我另外一个休闲鞋的颜色，这个是银色，因为它有做两个颜色，就是白色跟银色，对，然后就是看每个人喜欢哪个颜色，如果你小白鞋很多的话，那你也可以选择银色的这样子。最后一套，真的是最后一套了。
我们拍完这套就收工了。这套是要配另外一个颜色的包包，这一个黑色米奇，就是我有出黑色，因为很多人就是怕白色容易脏，所以我还是出个黑色的。但是我觉得白色那款也没有很容易脏，对，又不是做那个防泼水的材质，所以就不容易脏。收工，我们塞两个小时的车，现在马上挑选照片，就是今天拍的照片，赶快挑一挑，大家才可以赶快买到我的鞋。